市的爸爸。嘿嘿，帝王侠，你上次卖给我们那个减肥药没得啥子用的哦，当时还买用的。回去还我血压计，你们老马了没了？开家伙的。帝王侠，大家侦查，你们简直有点过分了哦。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不是说样子变的吗？过分！老子吃了呀，减肥药，皮肤都变烂了。当然，就是还燃烧啥子卡路里？老子都知道你吃哪里不吃了，还是我们那种。嗨，哎呦哇，你咋子？毒劲都遭打爆了。你不是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吗？我帮你燃烧卡路里。帝王侠，你咋子？啥子？你打了我的人，你还咋子？老子一定只锤翻一个，你锤乱七死，就你那点皮肤是打得到我吗？耶，咋子？帝王侠，你开了挂了？开挂？开啥子挂？你老汉我就是那个伟大，开挂，去死吧！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